啡廳鄧卓宇，因為我是一直在香港和其他地區去做一個藝術創作的，那就有自己的 IP 叫做 A Shopping Baby， 會和不同的品牌去做跨界啦。我是2021年5月來到深圳的，因為他在大灣區有其他譬如可能一些生產鏈的供應商都會是設置在這些地方，譬如東莞啊、惠州啊，生產的過程我們也都可以很容易跟進到啦。因為生活了在深圳一年多了，都覺得在深圳啦這個地方呢，其實很多機遇很多機會，因為個市場很大，可以接觸到不同的中國的其他的城市啦，甚至乎現在通關了，我們也都會想呢利用這個機會呢吸引更加多的年輕的創作人和設計師啊、藝術家一起去在中國不同的市場去不同的城市去合作做一些項目出來。